给我十分钟，我一会儿再给你做一杯比较好一点的。我今天知道要来拍，我今天根本就没有喝咖啡，只有这个是有一点麦香出来，就是威士忌的麦香。这个真的可以生嚼吗？这个已经变成了口脆生豆了，都不是口脆熟豆了。酒味是很淡很淡的，贯穿始终。不含酒精随意喝，但是含酒精我也随意喝。哇，这个很香啊。那你们品咖啡豆如果鼻子累了怎么办？就是我们在做杯测的时候是闻不闻水。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就是把索菲亚请过来了，就是酒和咖啡同时出现在一个屏幕的时候，就说明有点事情要发生。确实。是什么上头吗？前段时间我刷到了索菲亚的一个视频，就是你用威士忌泡你的咖啡豆的那个视频。对对，我是用咖啡豆泡我的威士忌，我今天还带了。我上次泡的还剩一半，特意我们可以一起来喝一下。就是酒味的威士忌。酒味的威士忌。对，我就是看到那个视频了。咖啡味的威士忌，你用的是咖啡熟豆泡到那威士忌里面，对吧？我就用生豆，泡到了威士忌里面。可是那它要泡多久啊？泡了三天。哇，哎，这个感觉很棒啊！泡了三天之后呢，把它捞出来，又晾干，带到工厂去用烘焙机把它烘熟了之后，就是这个。我打开，你先闻一下。好好好。就是跟你泡的熟豆有什么区别？完全不一样，就是那个肯定就是威士忌的味道非常明显，因为它直接就是覆盖在那个熟豆味道上面的，但是这个其实又烘了一次嘛，那个烘烤的味道会更多一点。你知道就是泡生豆和泡熟豆最大的区别在哪？在哪？含不含酒精？泡了熟豆了之后，你做了之后其实有酒精在里边的，但是泡了生豆了之后，其实它又烘了一下，就它完全没有酒精了。对，烘的话就是酒精会蒸发掉，是吧？蒸发掉了之后呢，但是它的酒味还在。这个能嚼一颗试一下吗？这可以嚼吗？你确定你能？这可以生嚼吗？我不知道。可以生嚼，但是它会有点硬，因为它是没有烘过的。哦，是吗？没事，我直接来了。这个真的可以生嚼吗？当然可以。它还是咖啡的味道为主，但是外面确实是有威士忌的味道的。这个已经变成了口脆生豆了，都不是口脆熟豆了。这个我也能嚼一颗试一下。可以啊，是啊。你要吗？你要搞一颗？跟嗑瓜子似的。这样确实能感觉到比较明显的威士忌味了。说实话，对，尤其你把它嚼进去之后，一点酸度，但是尾巴上那个威士忌的味道很明显。这是我昨天那个冷萃的一点。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你可以先闻一下。好好好。哇，这个很香啊！等一下，它这个莓果的味道加上酒味，很薄很薄的 Parmesan， 很薄很薄的 Ricotta 的味道。先尝一下。好好好。就是其实它闻起来的话或者喝起来的话没有那种非常直接或者是直冲脑门的酒味，它是比较清甜的，有一点酒的余韵那种感觉。还真是不含酒精随意喝，不会上头，但是含酒精我也随意喝。酒味是很淡很淡的，贯穿始终，真挺不一样的。酒的香气其实是在你口腔里边的融合感是比较好的。确实是你冷萃技术比较好吧。不是就是的。看很像商业互吹了呀。我能对比一下你的酒吗？喝一下那个酒，然后来找一下味道。毕竟是以前小时候 KTV 指定用酒，对吧？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你倒酒跟倒咖啡一样，太豪爽。说它本身是一个调和威士忌，调和威士忌本身讲究平衡感，它不太会强调某一个个性。这瓶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烟熏感，但我并没有觉得在冷萃里面会体会到。但是你只是会从头到尾都有一种比较圆润的淡淡的酒香是在的。然后等下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冷萃来做一个特调，试试看。很简单，我就想说我们原汤化原食一下。我这个是用熟豆泡出来的威士忌， OK， 所以它的威士忌味和咖啡味都会比较明显。对，但是那个呢其实是比较纤细的那种酒香的咖啡的味道，所以我会倾向于主体用那个，然后稍微一丢丢这个，然后去给它混一下，我们尝试一下。可不能用太多呀，这么珍贵。等一下，
说实话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味道比较浓郁的感觉，因为加了一点点这个，你会觉得酒体一下子重了很多，你可以喝一下，但是还是保有了那种莓果的感觉，非常非常简单。哇，这个的话就是整个威士忌的香气就是更浓郁了，所以说喝酒的人应该会更喜欢。如果是咖啡店去做特调的话，像这一杯你稍微加一点点苹果肉桂的糖浆给它去提一点它的新香料的味道，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精彩。我还带了一个小东西，好，我给我朋友调酒，想偷懒的话我就会。是什么？你闻一下。这是那个烟熏的那个什么东西。哎，对，这个是我的偷懒利器。这个只能闻到但是喝不到。对，有的时候我朋友经常让我调酒嘛，然后我有的时候懒得去搞一些很复杂的原料，但是我平时随身会带一个小的喷雾瓶，然后里面放一点威士忌，而且会放泥煤味的威士忌，所以它会稍微给它加一点烟熏的层次感在，所以我觉得其实把酒味去附着在一个咖啡一个特调上的方式很多，就从源头附着，或者像这个是在中后段去附着，以及最偷懒的方式你就最后再搞一下。上海有那种卖冰淇淋的店，就是他给你里面放比较贵的威士忌，然后给你多喷两下，要多收你30块钱。有没有卖吉拉德的老板又 get 到了？啊，确实确实，这个挺好用的，挺好用的。好，我的话就会放几个葡萄，然后 NFC 就很简单。NFC 就加一个杯底，大概就这么多。我都能想象这两个味道应该很搭，非常搭。对，就是我是觉得葡萄挺适合跟酒搭在一起的。而且关键那个冷萃它本身就有点那种比较亮的，有点类似葡萄的感觉。冰块就一点，大概就这么多。气泡水，接到大概7分满左右。哇，好漂亮。就是冷萃的这么一点。哇哇，你这居然还有新鲜薄荷，哇，高级，这出品 next level。 你等一下，给我十分钟，我一会儿再给你做一杯比较好一点的。我以为是很 casual 的，没有想到你给我搞这不就挺 casual 的。是挺 casual 的，但是很好看。行，那我先喝啦。对，应该会就是比较爽口的那种小甜水，味道真的很搭。其实它的咖啡的味道不是特别重，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再加一点你的这个的话会更高级。不，我觉得会更厚实一点。因为它现在主体都是比较清淡的东西，可以给它再叠一个比较圆一点，要搞一点吗？来吧。哇，这一下子升华了。加没有，就是这一下子上头了。加的比较豪迈，刚才它整体的酒体就从一个比较清淡的酒体变成了一个中度的酒体。完美。你需要我再搞一杯吗？可以啊，你现场临时创作。你这还有别的酒吗？开始了，你看就是卷呀，你卷呀，卷呀，卷起来了，卷起来了，就是桌子已经摆满了。我刚问他这边有什么酒，他就把他这边所有的酒都给我拿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牛小咖老师的喝酒喜好。但你平时喝吗？我偶尔去酒吧会点，就是干威士忌。反正我们就做一杯简单的咖啡汤里，这个其实是咖啡类调酒我自己平时喝的最多的一款就是因为它是其实酒精度相对比较低，它只是用到了咖啡力口酒加上汤力水，而且一定要是汤力水，因为汤力水里面奎宁的那种草本更有酸甜感，跟这个里面的甜感会搭，然后同时这里面的咖啡和冷萃咖啡我觉得也会比较搭一点这样子我们的酒体就不太会破坏掉它里面原本比较纤细的那种味道然后我们喝一下成品，如果成品 OK 的话，我们可以再稍微在上面叠加一丢丢的威士忌。好的，可以，来吧来吧来吧。那我就直接来了哈，所以稍微斜一点倒，因为它一旦直接接触那个冰块的话，它的气泡就会积起来特别特别多。索菲亚做调酒的这个手势一看就知道是经常自己在家 DIY 的。好，哇，你这杯做的好精致啊。那叫谁叫你那么卷呢？因为这个是牛小咖老师这边那个金酒啊，正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比较有花香系的金酒，你知道吗？因为它你刚刚不是用葡萄吗？它本身酿造的时候基底也是用的葡萄，然后一般金酒不是杜松子吗？它这个用的是葡萄蒸馏所以会更加香甜一点，去提升一个花香的香气其实这个不用搅，像这种你就给它这样戳，把它这样戳上来就行了对，喝一下最下面应该很会有点甜，
哎，还不错。对，你这个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香气上面也会更平衡，然后咖啡和饮料的味道上面也会更平衡。你真的是太给我面子了，没有，真的，面子了，真的真的，我那个其实做的有点更偏向于葡萄汁的感觉，因为这杯酒精含量会比较多，那杯适合比平时不喝酒喝咖啡的人。然后咖啡其实刚才又多加了一点，它现在咖啡的味道也很出来。很不错，很不错，我现在对自己比较满意了。这杯真的。不愧是调酒小能手索菲亚，我真的是刚刚现想的，因为我本来真的没有太多的准备。最后我再给你做一个手冲吧。啊，好好好，可以，还有手冲，整个香气也会会不一样，直接一些。我今天知道要来拍，我今天根本就没有喝咖啡。我记得上次来这个办公室啊，我下到楼下心跳已经快要180了。你上次来没喝多少杯吧？我上次喝了挺多的，而且因为上次我要你们要教我拉花嘛，对，然后就做了很多 espresso， 真的很浓。我下到楼下我说哎，心跳怎么有点加速了。所以今天我就是已经学会了，我来之前根本就没喝咖啡先就是把它做一个闷蒸，闷蒸的话水量会少一些。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就直接注水，我1:15注到225。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会等到大概2分钟左右，我会开阀。就这样。就是像我们其实平时去闻香水啊或者闻酒的时候，大家说就是你鼻子很累的话要闻咖啡豆，那你们品咖啡豆如果鼻子累了怎么办？你们总不能闻咖啡豆吧？闻水，闻水，就是我们在做杯测的时候是闻不闻水，闻温水啊。对，哇，所以这才是最科学的做法。你们是不能闻咖啡豆，我们都可以闻咖啡豆。哇，这个我其实闻起来它有点这种酒的甜香味，它闻起来是甜的啊，是不是稍微有点麦香出来了？因为刚才我们闻的都是没有麦香的，就是威士忌里面的麦香香甜的感觉，觉得跟刚才冷萃的那种香气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跟一般的手冲就特别不一样，尤其是回味上的酒香，真的很明显，回甘上来的，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嘴巴里稍微鼓起一口气，哇，你嘴里完全是被一种酒香充盈的。可以，很不错。耶、yeah, 完美，来开心，最后分一下，谢谢。我没有发财酒的说法，你没有发财咖啡的说法吗？有啊。啊，这是最后一点，就是最后一点。来来 ，cheers。来 cheers。谢谢。感谢索菲亚，酒也够了，然后咖啡也够了。确实，酒对我来说肯定还没够，但是咖啡对我来说是够，绝对够。喝咖啡喝得多，其实咖啡因也会上头，喝酒喝得多也会上头。对。但其实最妙的就是一开始你浅喝一点，你感受风味的不同。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希望下次有好喝的咖啡再叫我。等到我们的这只豆子上的，我再给你寄一点。期待一下，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可以。OK，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好的，好的，我们拜拜，下回见。